双喜大来宾潘佩丽、张文琪、蔡嘉玲。明日星期发生什么代志？哎，那我发生什么代志？人手一片啊！呢，人什么就是搞啊，有才调啊，出新的唱片啊！哦，拄只迄块歌古琴啊，明明我来讲，叫沈文成包起来肯变出来，就是恁三个啊！真的？那本姐，本姐。亚兰姐，今麦哦，哎呦，我们也给出侪啦。兰姐哈，哎，大家拢出单曲 CD 就对啦。哦，这个张文琪叫做女王叫我啦，啊，国王莫叫啊，不是啦，叫女我王，叫女我王啊，不得啊，叫我女王啊，好好的歌名啊，你报个你啦啦。啊，蔡嘉玲呢？伤心没买个，伤心无买行啊。哎，是是。来潘佩丽啦，嘿，潘佩丽。幸福的家伙，对，因为迄人真灵哦。幸福的家伙。幸福的家伙，家伙。像何你甲讲？罗文聪老师。罗文聪，我就无意见了嘛。哦，恭喜！谢谢。哦，拢出单曲 CD 啊，这不简单呢。应该是咱平时重视栽培嘛，对吧？我咧啦，今仔机会来啦，看咱大家我都混在一起。大家混在一起，当我们混在一起，为什么？当我们混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不啦，这囡仔讲我拍，我意思是讲，看咱两个我都融入明日之星的家庭不？哦，安尼哦，是爸爸妈妈是哥哥姐姐。干杯喏！干杯，为什么？PK 一个啊，对唔？来变号码。来，明日之星家庭 PK 大赛。今仔日明日之星的人气王要来咱双喜 PK 咯，到底谁才是明日之星的第一名呢？你先。麦克风。查甫囡仔咧惊啥？查甫囡仔丢啊丢吼，你看丢个什么人？我讲，你安尼就丢啊啦。碰过。看恁两个是比啥？看一下。比音高，来看上面两个音麦管的，哎，阿毛老师啊，用那个用几下刮嘞哈，这条啊，休息好了，休息好好，你先好了，好，我留你了。
同音，要搁升一音嘛是同一音，升一音吗？还是一半，还是一半都？一半四个，一半都哟，哟，一半都。啊，卡修也是。超级哦！来个上半音。啊啊！滚滚加油！啊！就是就这样啊，挂袂断啊，好了，来恭喜蔡嘉玲获胜。来，接着来，第一招给带张文琪刘丽。喂。我以前就参加篮球，无可能啦，无可能。我都无比赛看的，卖上路卖条条话，我跟你讲，我直接给你放掉哦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我你给他试看嘛，你这样条条话真正。哦，李亚平呐，李亚平无来呢，李亚明嘛无来哦，哎，李亚鹏嘛无来哦。现在是明日嘉兴，明日之星嘉兴。好啦好啦，来，看起来要比啥？比音高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恨天高。哎呦，来！吓到啦！来，我跟亚兰姐。用鸡腰，用鸡腰的。有一日，咱阿老，吹不冷，甲咱友好。来，请讲。来。再降。行，阿妈姑娘，对哇，好低哦。唱唱给伊，没哪样惊。真正有够老啊。吹，好低哦。哇。掌声！